陈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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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死，陈楠，你答应我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啊！别白费力气。文泉，你之前的担心是对的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们太年轻，太简单。是我害了大家，我当初要是果断地拒绝他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都是我不好。文轩，我昨天晚上给你写了一封信，有好多话想对你说，可是一提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佳楠，佳楠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先送你去医院，好吧？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你心里爱着韩书怡，我羡慕过。你和谢若雪结婚，我嫉妒过。可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你的爱。我觉得我也是幸福的，因为我可以和你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。虽然现在我不能陪你一直走下去，可你在我心里是永远。江南，我到底何德何能让你这么爱我？爱就爱了，何必条件？如果有来世，还想遇见你。文轩，你可以吻我一下吗？就当是永别。佳楠，你醒一下，你没有死是不是？佳楠，佳楠，你不会死的，佳楠，你刚才答应我的，你不会死的。佳楠。佳楠，你答应我了，佳楠，
佳南，佳南，你答应我的，你不会死。病人姓赵，名韩青，隶属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。这是我们陈局长亲自批示的委任状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将成为中统局上海分部的一员，归我直接领导。是我的战友，更是我的亲人。如果真的要走上黄泉路，我赵某人一定首当其冲，为你们开道。文轩，你好吗？
淑影，别哭了。经历过地狱，就不会再有眼泪了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一夜之间所有人都不见了。王老师、阳光、石头、小五，还有月梅，他们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。当我发现这里人去楼空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，我们一开始就是用来被牺牲的。这里就是那个特派员的驻地。是，也许不是，也许这根本不是那个人住的地方。那这会不会很危险？我们离开这儿吧。这个地方只有我跟佳楠才知道，应该是安全的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这旁边是一个运煤的地方，每天都会运送煤。我准备扒煤车离开上海。这些钱你带上，虽然不多，路上用。淑影，也许我又要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一家人别说这样的话，那活着就是老天对我们最大的眷顾。还有，我的事情不要告诉若雪，她遇事不冷静，沉不住气。她其实什么都知道了，出门前我把他甩掉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。天马上就亮了，我要赶紧走。对了，如果之后你们再遇到什么麻烦的事，可以去找谢天赐，我始终觉得他不是个恶魔。你不用担心我们。接下来你要去哪儿？不知道。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找出路，可到头来越来越迷茫。无论去哪儿，都要记得还有一个家，记得家里还有亲人在等你。我们始终都摆脱不了命运，就像你和我。你不是曾经说过，年轻人绝对不能向命运低头吗？是啊，我曾经说过，年轻人绝不能向命运低头。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？照顾好自己，也照顾好若雪和家栋。不会的，我们等你回来。
你这一直哭一直哭，又不讲话，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就是啊，你说出来，我没好帮你想想办法。哎呦，这急死我了！这树影又不在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啊！什么事儿你说出来啊！啊，不哭了啊。其实没什么大事儿，昨天晚上我们姐妹俩吵了一架，让大家担心了。放心吧，我和若雪上楼好好谈谈。文轩呢？这个点儿，文轩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。你干嘛不让我见他呀？你干嘛呀？你知道他到底干了什么吗？他们刺杀了市长，整个演剧队除了文轩，所有人都死了。他本来不想让我告诉你，怕你会担心，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你知道，否则你一知半解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。你是说王嘉南、月梅、阳光他们全死了？是，都死了。那我更应该跟他在一起了，他这个时候他需要我陪他的，他现在需要的是逃命，就算是亡命天涯，我也要跟他在一起。他一个人已经很难逃走了，何况是带上你。现在你只能自己照顾好。報告します。異常がありません。我再问一次，李文轩到底有没有回来过？没有，李文轩没有来过，全小楼的人都可以作证。难道这里不是他的家？这位不是他的妻子？李文轩长期弃家庭于不顾，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。我妹妹谢若雪已经和他离婚了，从法律上来讲，他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是你提出离婚的？是。什么理由？你又何必为难一个弱女子呢？离婚这种事情，无论主动被动，对一个女人来说都是一场劫难。但凡日子过得下去，没有人会做这样的选择。长期以来，李文轩的行踪我们一无所知，他一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，这样的丈夫要来干什么？现今这样的世道，谁活着都不容易，谁又顾得上谁？他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。我也劝我妹妹趁着年轻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说实话，你们说的我并不相信，这只是你们保全自己的一种方式。韩小姐，我知道你跟武藤浩司先生关系密切，要不然我早就请你们姐妹俩到宪兵队做客了。这次也一样，我暂时放过你们，不是因为我相信你们，而是我不想给自己找麻烦，当然了，也不想给武藤先生找麻烦。
你们的确很聪明，离婚是你们脱身的一个好借口。不过，请记住，聪明过头那就是愚蠢。来了。 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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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先生，白香月呢？哎，谢谢啊，先生。别每天这个样子，把日子过正常了。毕竟很多眼睛在看着我们呢。别看了，这是件好事儿，至少证明文娟现在是安全的。扒开了！饭桶，一群饭桶！
天过去了，居然连个人都找不出来。局长，你也知道，咱这是在大上海啊，这要找个人，比大海捞针还难啊。我再给你三天时间，嗯，就算是翻江倒海，你要把李文轩给我找出来。到时候如果你交不出人来，就别怪我以渎职罪论处你，送你去宪兵队。局长，您这就太不公平了吧。据我所知，你跟李文轩也算是老相识了吧。嗯，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是你网开一面，暗中放跑了他。孙子，努力去抓人吧，要不然这个黑锅只能由你来背。是。宪兵队有便衣守在小楼附近，不过韩小姐的情况还算正常。离婚？这李文轩还算有点良心。何楚天那边怎么样了？韩小姐去他的公馆闹过之后，他太太跟他是又哭又闹，何楚天天天小心陪着，这两天夫妻关系刚刚有所缓解。一个遭遇背叛，一个遭遇离婚，这两姐妹的步伐还挺一致的。给我盯紧点。明白。阿条，我哎，别，哎，糊了，清一色，哎，清一色，哎呀，老何，又是你点的炮，你真糊了我一晚上了。我这手气差吧，我怪天啊，我这技术差，只能怪我自己了。就当我给哥几个交个学费了。我看是桃花太多了吧。啊，哥几个能不能行啊？啊，别老拿我这点事儿开涮，行不行？太不仗义了，你们行不行啊？你们，哎，跟你开玩笑呢。啊，哎，对了，前两天你太太天天在我那儿哭哭啼啼的，那是难过的要死啊。你别跟我提这臭娘们，提到我就来气，天天跟我这演斗娥。你们看我这脸啊，我到现在还没好呢。我算是领教，这女人啊。关键的时候不听话就拿大嘴巴抽他。对了，老吴，嗯，早上有艘船出港，记录怎么没有啊？我们部门，这是常有的事儿。那可不行啊，那出了事算谁的啊？啊，我明天早上要查一查。老何，你刚来，好多事情你不知道啊，不该管的事儿千万别管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军方的东西，开往抚顺的，听说这上面都是这个。我们可没听见、啊。别说了，我没听见。别，我也没听见啊，这事儿我真的没听见，就当你什么都没说啊。有件事儿你一定要帮帮我，就是你跟日本商会不是挺熟的吗？你帮我搭桥，我想认识一下那个武藤吉夫。嗯，你认识他干嘛呀？嗨，他不是管上海的这些事儿吗？我岳父啊有一批橡胶，我想弄过来，哥几个赚点外快。你别说，我给你介绍，我都没见过他。这个老武藤啊，特别低调啊。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介绍几个这个日本商会的管事，但是他们那个胃口啊，大得很呐。这事儿啊，就不用老兄你操心啦，兄弟心里有数，你只管牵线。兄弟们的好处，我何楚天都记在心里。下回百乐门，我请啊。好，别动！我盯了你很多天了，你果真投靠了日本人。虎子，虎子，你还活着？我原本以为你牺牲了，雀营的兄弟们都牺牲了，我一个人活着是件耻辱的事情。我留在上海，过着半人半鬼的生活，为的就是多杀几个鬼子，为你和兄弟们报仇。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你何楚天不但活着，还落水当了汉奸。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们吗？你对得起你娘吗？你对得起韩小姐吗？是的事。
把枪放下。别动！你小子这点本事还是我教给你的。你救我是让我打日本鬼子的，今天依然是让你打日本鬼子。我问你一句，你还相信我吗？嗯。你要是还相信我的话，就到江边，我们俩经常喝酒的地方等着我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营长，就相信我。我信，我全信。当我拿枪对着你的时候，我心里也不相信你真的会辩解。你是何楚天，是带领我们冲锋陷阵和鬼子拼命的何楚天。胡子，这些话我本来不应该跟你说。我需要你，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营长，从今天起你指哪我就打哪。可是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打。那我就时时刻刻待命，像你的影子一样跟随着你。胡子，我的事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方少。你放心，我现在虽然没有军装，但我照样是个军人。营长，最后一个请求，能帮我弄点子弹吗？我成天拿着把空枪，太委屈我这神枪手了。我就知道你小子有这个要求，交给我。这会算吗？你好好想一想，之前不是教过你的吗？韩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你来干什么？这次我们来是想请韩小姐和你的妹妹去趟宪兵队，当然还是有关李文轩的事。文轩他怎么了？他在宪兵队吗？都说了李文轩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为什么还要打扰我们？这次不同，认领尸体是必须要家属在场，当然也包括前家属。你说他？不可能的。你说他在？你留在这儿，我去。我也要去。二位别磨蹭了，车在门口等着呢。谢若璇，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？自从你到了上海，你作我，作文轩，作你自己，现在文轩作死了，你满意了吧？原本我跟文轩是多好的一对，我们就要离开上海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可是你呢？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毁了文轩，又怀孕逼他跟你结婚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他即便跟你结了婚，也没有爱过你，一天都没有。就是你把他逼出了这个家，去看那些危险的事情，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你干嘛？你疯了？你干嘛这么说我呀？现在文轩死了，我没有必要再装下去了。我忍了你这么多年，你才是我们家的丧门星。韩淑英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要这么对我呀？你干嘛要假装对我好？我还傻乎乎的把你当成是我的亲姐姐，原来你这么恨我。韩淑英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冷静点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没看人晕过去了吗？赶紧抬走。
实在是精彩。妹妹抢了姐姐的情人，姐姐怀恨在心，毁了妹妹的婚姻。不过，我对你们姐妹的爱恨情仇不感兴趣。韩小姐，请跟我到停尸房认尸。尸体是在铁路上发现的，已经被火车碾压，所以只有亲人才能够认得出来。我们希望韩小姐再回去仔细的辨认一下。不行，我真的看不了。我们必须确认死人的真实身份。我想请问韩小姐，李文轩身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？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只有请韩小姐留在宪兵队了。你让我想想。对了，他背后有一颗痣。很遗憾，是他。
走过的背影。在时光里重逢，终究梦已无凭。日出是坏了曾经，前路灯光阑珊，看纷纷的花瓣盛开在天地间。